而家咧嗰啲骨灰位咧就政府冇位埋啦，咁而家你咧呢啲咁大架胶盒咧都装到满晒，每一个都有成三四十包灰，仲有呢啲 locker 都系全部帮佢哋摆好晒，呢啲 locker 全部入边都装满晒噶。咁呢啲一般嚟讲咧都要等两至三年啦，最快。而家最近期嘅灰位都卖晒啦嘛，咁政府公布话要2012至有灰位啦。咁我諗到2012呢，我哋再要多两倍三倍呢啲胶盒先够摆。吴耀堂嘅长生殿存放咗600多袋骨灰，全部都係顾客先人火葬之后冇地方安放，被迫暂时放住喺佢呢度。据佢估计，成个红磡嘅长生殿储存咗大约30000袋等緊政府位嘅骨灰。佢将嗰个伤痛嗰个期咧，而家将佢拉长咗几年，即系人过咗身之后咧，嗰啲家属有一年半载咧都未复原嘅根本。咁你而家嗰个情况就系令到佢哋咧，即系呢个伤痛期有时摆两三年。我哋睇到佢每年嚟拜灰，都知道佢哋嗰个感觉都仲系好唔安乐。黄天伟的太太年半前过身，两父子足足等了成年都等不到政府骨灰庵位安放骨灰。政府那里抽了两次，等了一年，就一次抽葵涌嘛，抽不到，好像六月那时抽钻石山，我记得好像六月。迫于无奈，他唯有将太太的骨灰寄存在临时的骨灰场，两父子都很不满意。有一段時間，如果我哋想去拜祭媽咪嘅時候，就可以拎出嚟拜一拜。但係始終，俗啲講句啦，咁樣就係話，柱香未燒完就要拎翻走咯。咁個時間根本都唔長。丈夫舊年過身，唔願上鏡嘅陳女士。佢同樣諗唔到人死之後咁難揾地方安放骨灰，所以呢半年嚟，佢為咗撲一個位，身心俱疲。燒咗之後攞咗啲骨灰都，我自己都冇去點樣話去拜佢咯。即係個嗰排嗰心情真係好差，即係又成日諗住緊，又唔知幾時會。真的会有那些骨灰位给我们去申请呢，那变了间不中十日八日又要上网看，十日八日又要上网看，那看下又没有，那变了成日都心挂挂咯。有时自己想一想，自己在那里喊，没人，真的没人帮到你。那如果譬如如果是即係起碼安置咗佢啦，咁我唔使諗住佢呢樣嘢，唔使諗住呢樣嘢，即係變咗諗佢諗少啲咯。你一諗到呢樣嘢啦，咁你又會即係將以前嘅嘢好多嘢會諗出嚟咯。咁一諗啦，唔開心咯。政府提供嘅骨灰庵位喺2005年已經爆滿，之後一直未有起新嘅地方，每年供應嘅。只是几千个在原有骨灰庵场加建的新位。
和少数重用的旧位，根本应付不到每年43,000人火葬的要求。每当政府是擬以中公众灵灰安置所的发展计划作出个地区的咨询时，有不少的区内人士和区议会亦都会提出反对。在过去几年呢，因此而各自的公众灵灰安置所的发展项目呢，往往涉及呢是超过240,000多个灵灰龛位。食物及卫生局局长周一岳提到，政府计划发展骨灰龛位的用地，包括屯门蝴蝶湾这个用来做临时高尔夫球场和烧烤场的46区地皮。早在1983年，政府已经将这里规划做火葬场和公众骨灰安置所，不过20多年来一直停在咨询阶段。自己曾经都做过区局议员啦，咁喺我哋区局时代里边咧，都曾经讨论过，就究竟呢块土地区局需唔需要尽快起呢一个火葬场啊、骨灰庵啊，同埋呢个殡仪馆咧咁样。咁我哋当时咧曾经大约啦吓喺1994-1995年度咧都讨论过，不过啱啱适逢咧，当时喺沙田嗰个富山嗰个火葬场咧，就有居民投诉，就话有啲异味啊、有啲烟啊影响到佢哋。咁所以導致咗咧，當時區局咧就覺得咧，火葬場嗰樣嘢咧，既然冇急切性，所以暫時就唔討論住。回歸咗之後，突然間咧，政府再提出啦，依舊做翻火葬場、骨灰庵同埋殯儀館嘅用地，而個區議會咧都係要求強烈係反對啦咁樣。咁個原因喺邊度咧？就因為最主要嘅咧，就係我哋而家呢個山咧望落去係一啲綠草。但其實後面正正咧就係一個一啲嘅私樓啊、居屋啊同埋公共屋邨嚟嘅，咁嗰度人口就成10,000人，覺得呢個火葬場係唔適宜喺呢一度。喺屯門住咗20多年嘅一班街坊，一直都好反對政府喺呢一度起火葬同骨灰庵場。中意嘅極度反對啊！嚇，極力反對係啊嚇，因為因為呢度空氣咁好，同埋是一个旅游点，如果起了骨灰庵和火葬场呢，是破坏了这个环境咯。骨灰庵呢就可以，火葬场最好就不在这里了，去低一点了，这样是啦，这样就比较好一点咯。知道为什么呢？政府它的包装策略呢就是一篮子的火葬场、骨灰庵、殡仪馆一齐这样。咁變咗居民覺得啦，即係如果你純粹接受骨灰庵嘅時候咧，就好憂慮政府起完骨灰庵就側邊就起個火葬場。嗱呢個咧就擔心俾政府出賣咗。除咗屯門蝴蝶灣之外，政府計劃要起骨灰庵場嘅地點，仲包括有葵涌、沙田富山同埋粉嶺和合石。不過落區做諮詢嗰陣，同樣遭到反對。后面就是华明村、雍城苑，是粉岭南一带的屋苑会看到这里的。咁嗰时呢，政府食环署呢就带我哋嚟睇呢度呢，係会做一个9层楼高嘅一座大型嘅灵灰安置所。2005年，政府原本打算喺和合石兴建两座合共可以提供70,000多个位嘅骨灰安置所。嗰座建筑物大啊，9层楼咁高，咁喺个山顶上面咧，嗱喺民居睇上嚟，事实上咧系好压突嘅，即系以前咧和合石系冇乜人住咧，冇问题，咁但系而家啲居民已经喺度置咗业啊，一生嘅积蓄去买咗个单位，咁即系佢当然好着重个景观啦，四周围嘅环境啦，结果几个选址喺区议会讨论多年。最后只是得和合石桥头路这里得到通过，工程亦都开始，预计在2012年落成，不过就只是提供到41,000个位。黄天伟等了成年还未等到政府的骨灰庵位，3个月前他决定不再等下去，於是用了30,000元在火炭一间私营骨灰庵场买了个位置。
仔嚟嘅咧，只不过系谂住个妈有个位挤咗落去，佢就算数咯。其实我谂住摆咗落去都算数啦，除非你哋政府嚟嘅要去呢座建筑物有乜问题啊，或者拆佢，我先至咩啫。点知买咗无奈，就听到骨灰庵场收到地政处嘅警告信，话呢度涉嫌违反土地用途。即系唯有我嚟嘅无奈啦，依家冇办法啦，依家就即系将来等明朗化之后啦，即系再决定咯。你钱使咗嚟计咧，就可以再揾个啫。咁如果你将啲骨灰位拎来拎去嚟计，始终唔系咁好咯。吓、袁善本。原本做开地产，后尾睇到发展骨灰庵场大有所为，于是将大埔一幅准备用嚟起屋自住嘅地皮，改为兴建咗一个可以安放4000个位嘅骨灰庵场。你预算应该系卖1/3到，你就或者1/2到，你就可以翻本。因为你每日咧，你个经营嘅成本，你个伙计要打理啊，有。有 sales 啊，都個成本都好重啊！你知道香港噶啦，啲人就好做生意就最快嘅，因為有錢賺就個個都做噶。咁如果一做到滿，就可能個價錢就會跌啊！即係而家個數啫喎，咁可能遲啲呢度開多啲，開多啲可能個即係等於又係個將來可能做到豆腐渣咁嘅價錢。黎孝仁同样睇到公营骨灰庵位供不应求的现象，本身做石厂的他在5年前做埋骨灰庵中介生意，专帮人找私营的骨灰庵位。当你政府越来越短缺的时候，大部分人都不会将自己的先人摆到等几年，等几年时间，其实未必有一个很适当的安排。咁佢哋咪會去周圍去選擇一啲廟宇啊，有啲廟宇其實佢哋嘅收嘅捐獻嗰個費用都唔係咁高嘅啫，最普遍咧其實10000蚊去到100000蚊咁上下咧，咁你又去到有啲好貴嘅地方都會有，你話20-30萬啊，或者接近100000嘅骨灰位都有，但係嗰啲又會比較即係其實少，得一個小數嚟嘅啫，大部分嘅中位數都係去到由20000蚊去到100000蚊咁上下。而家私营嘅骨灰庵场越嚟越多，但系无论业界定系政府都掌握唔到实际嘅数字。骨灰不会咧系产生公共健康或者系环境卫生嘅问题，政府系并冇对私营嘅灵灰安置所嘅运作咧有特定嘅规管，亦都冇佢哋全面统计数字同埋资料。由于越来越多市民质疑私营骨灰庵场的合法性，去年开始陆续有寺庙收到地政处的警告，指他们安放骨灰和出售骨灰庵涉嫌违反地契要求，要他们停止经营。但是负责公众卫生的食物及卫生局局长在回答议员质询的时候，又说骨灰庵不受法例规管。照我哋環觀，即係世界各地咧，好多呢啲即係骨灰庵咧，都係冇任何特別嘅法例嘅規管。咁至於個法律定義嗰方面咧，我都講得好清楚咧，就喺我哋公眾衛生及市政條例嗰方面咧，係將遺骸咧係唔包括骨灰嘅。苏耀华2年前已经打算帮年老的父母稳定地方，将来可以安放骨灰，令他们安心。原本他的考虑只是地点和价钱，不过最近有关骨灰庵合法性的争议，令他无所适从。不知道第时政府会不会说一修例那些就要接埋，也挺惹气的嘛，如果突然之间。当我听到啦，政府原来是没有监管的，咁原来第时有机会吓，即系成座嘢系唔见晒嘅，咁啲灵位可以冇咗嘅，咁变咗我哋要停一停，即系谂下啦。一般地契受存放人体遗骸嘅条文约束，
根据公众卫生及市政条例有关火葬、公众坟场和殡仪的附属条例，火化后的骨灰不算人类遗骸，但是地契属于私人合约，对人类遗骸的定义并没有一个很清晰的解释。一般的认知呢，你会想啊，那些灰烬呢都是人体遗骸那里变演变出来的，都是人体遗骸来的，是吧？咁但係佢话啊，唔係喎，呢个係人体遗骸加咗工之后先至变成嘅灰烬喎，咁所以变咗唔包，咁所以变咗你係应该究竟点睇呢？直至到法庭有一个正式嘅去解释，都可能係有一啲争议囉。曾经俾地政署点名话违规经营嘅私营骨灰庵场，就冇理会警告，继续举办开放日招来顾客。我今天只看到报纸嘅咋，嚟到睇下几虚撼啊！咁就算系呃到多啲人帮下手啊嘛。呢啲位都系放你哋嗰啲有排政府嘅无了期嘅。听有啲人讲咧，嗰啲骨灰仲系摆喺殡仪馆嗰度啊，一代仔一代仔咁样，我好似死都死得唔舒服喎。希望政府咧就能够体恤我哋，系嘛？就因为真系好多人要需要呢啲位置，即系公众嗰啲爆晒棚，起码要三十几个月先至轮得到。我哋啲咁嘅年纪，真系还唔埋噶，随时上位噶。呢一间有25,000个骨灰位嘅私营骨灰庵场，就喺旧年年底开业前一个月，曾经透过律师主动找政府了解人体遗骸的定义。在我们兴建好这个灵灰安置所的时候，我们就去主动寻求和地政署就这个人体遗骸的释义寻求共识，亦都提供了我们的法律意见和我们的理据，不过我们就还未收到一个政府的正面答案。政府個有個睇法上面有分歧嘅，其實你做唔到嘅地方都係合法的。問題自己嘅，唔係我哋嘅問題。部分私營骨灰庵商人同中介公司兩個月前自發組織商會訂立經營守則，希望咁樣可以消除公眾對私營骨灰庵場嘅擔憂。團結翻我哋業界，冇錯啦，一業界一個集體同政府談判權，因為而家未有發牌。立法会食物安全及环境卫生事务委员会月初讨论骨灰庵事项，代表政府发言的官员对骨灰庵场的合法性问题没有清楚讲明，而且还说短期内不打算立例规管。我们亦都呼吁准备向私营骨灰庵购买这个灵灰重位的市民要小心，因为他们必须要求售卖者提供完备的资料，去确保符合有关法例和地契的规定，亦都在需要的时候寻求专业的意见。是不可能做得到咯，啊，就算你说找律师都要钱的，是不是？那还要是，即你要人家肯给个契你看，又或者自己要很花时间 去地政署拿份契来看，那其实是好相對嘥時間咯，即係你最好就係直情你政府俾個 list 我嚇，邊度合法，邊度唔合法。我哋將兩個分別喺葵涌同大嶼山骨灰庵場嘅地契，交俾專長處理土地契約嘅律師徵詢意見。呢一個咧就係我相信會係一般所謂嘅新契啦。因为这一份呢就是比较详尽一点去写出究竟它的 这块地的用途是什么。它只是说它可以做庙宇或者其他有关的用途是地政批准的。所以你说骨灰庵是不是有关的呢，起码需要地政去作个确认先。譬如呢份咁嘅舊契咧，我就會話俾佢聽，有個灰色地帶咯，有個擔憂咯，未必一定係可以得咯，因為呢度講明話
即係 human remains 啊，擺喺噏，擺喺無論係即係佢嗰度講話，直情嗰啲 earthware jars 都唔得噶嘛，係嘛？咁嘅時候，即係會唔會政府即係會因為咁而收地咧？长远来讲，是不是需要用发牌制度去规管私人骨灰庵场？政府回应说，即使日后实行登记制度，都只是属于自愿性质。但是如果你说只是用一个的立法发牌的制度，恐怕是没有办法去解决一些现时已经非常之深的一个问题。就是譬如而家已经起紧，或者已经起好，不过未入位的灵灰安置所。我哋自己如果真的买了那些在很近市区的那些，其实是有机会不得长久嘛。咁所以退而求其次的，咁搵啲长久的就其实就是唯一就是政府供应那些咯。政府最近承诺会加快兴建骨灰庵场，长远解决供应不足的问题。但是对于因为规划条例和地契存在灰色地带而衍生的私营骨灰庵场，政府又可以怎么处理呢？下星期铿锵集继续。跟着下来是卫食总司令。